谢谢老师。甲恁教伤济，拢记会条未啦？尽量记，淡薄记，流鼻水。我有，用鼻较紧啦，啊无一直流出来。我有流鼻水嘛？对，一定要清掉，你免一直。是不是 ？COVID 19。看，我来看。COVID 19。看哪个漂亮小姐哦，我喜欢。好，春花秋月二十两。哎呀，不错。老师好棒。对啦，那个是流鼻血。不是流鼻水。好，老师，这可以改，我只是这个印章大小可以吗？这个是闲书啦，这个印章太小。是哦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字太大，那个太小。是哦。我是想说，我上次的带老师说的，但是我是有两组而已。所以你可能要五组。是哦，我也在想，我好像要再加两组，所以老师五组。那这个是那个字太大，是印章小，那大概要多大的印章才好？这个算是跟它差不了多少，应该是差不多。跟那个字的体积、这个体积面积，跟这个差不多。大概这么大。对啊，差不多。这个字太小。大概这么大。那我说这，它的那个印章太小。大概就这个格子这样子。印章太小。画上去吗？大小。这个我回去量。这个就要这么大。我这个，而且这么长，应该是八分嘛。它那个太贵了。不是有600块、500块的？太无价了。你不要找那个第一名科，你找第二名科。你说罗是一个字哦，罗印良比较贵，他的学生比较便宜。啊，你讲罗是罗谁？啊，罗印良他的学生比较贵呀。罗印良学生有一个是那个晚上班那些600块啊，那个谁啊？那个哲人，哲人对林哲人，王哲人不是林哲人，刚改写。王哲人他们做什么？课也不错啊。这个差不多一点八，现一个字多少？500。哦，500了，哦，这样子才，那这样车起来才一个字，连印才超2000多。这个可能他会跟你算两个字，因为孝行，孝行要。爱合家故，哦，这可能爱剩两厘啦，啊，这剩几厘嘛？哎，啊，但是后来他有讲说，如果单一个姓的话，因为刻起来不划算，所以单一个字的话就要算两个字的量。是啊，所以这样算4个字，再加6个字哎。今天六个字，一共只爱剩今天两厘啊，今天剩两厘4厘啊，4厘2000了。那很便宜。啊，印材啊，另外印材他可能加150吧。是啊，他加什么？加150。加什么东西150？印材。印材。印材，石头啦，石头，印石头，不是，如果不一定呢，如果是对应的话比较贵，大概300到400。看你的石头是什么啦，一对比较贵，因为对应哦，对应不好找，因为对应哦，常常就是比如说两个印章，对不对？两个印章，对不对？嗯，相似，要刚好刻成这样啊，哈，啊，然后呢，收藏起来变成这样一个对子，啊，有特别的纹路的连接啦，就是对应。哎啊，比较不好找啊，然后切石块的人，切石头的人也要很小心，因为把它切了以后要对才好看，要刚刚好。啊，如果石纹呐，对啊，如果是随机刻，他就不管这个了，一个可能就一个100或150这样，石头一个在100到150左右，好吧。所以老师觉得他刻的不错。谁？你讲的那个？哎，还好，没有很上乘啊，但是至少。哎，老师，台中那个现在一个字多少钱？以前甲我讲800到1000啦，今麦炒1000块。我们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刻就是600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往高处爬，啊，它硬价也往上提。他们现在增长啊。而且他如果接到了别的地方给他的一些价格的话，啊，你这边还低价的话，可能会人家会问自己本身的那个 level， 人家会说啊，你才给他多少，你就给我多少。
这样就会比价下去就不太好，所以会他会要求说啊，你人家八百，你就跟着八百。因为有时候也是要提升自己的 level， 对的。而且要开得过一些奖啊，对啊，当过理事长啊，对。总不能一直维持五百啊，因为他学生已经起来，学生都五百了，他老师当然要高一点。你看你又掉了。哎呦，掉眼镜了，所以我的字都没有涨价，一张一直涨。啊、所以多少也会调、啊、但是也面临一些困扰，就是说有些老师调得太高以后就停在那里，没有人买卖，没有人买卖、啊、比如说我一直想要帮我那个好朋友介绍，我好朋友好朋友吉利细千啊，啊吉利细千一直找不到人给他磕啊，对啊，锦鲤去锦鲤 K K 还蛮贵块啊，对吧？有时候是那个印材有人卖很贵，几千块。哦，印材不一样，因为印材牵涉到材质啊，或者是它的外形啊。如果你的材质跟外形，外形就是雕钮啊，雕钮要钱啊。嗯。啊，像那个印材，像什么荔枝洞啊、寿山石什么。而且那个田王比黄金还贵啊！对啊，田王现在贵。扣几对田王，随便不小心捡到一个田王，可以卖到300万人民币啊！嗯啊，而且他还不卖，大陆啊，嗯，田王在那个山脚下捡到一块田王，但是很难讲，艺术的东西，就是有那个涨价的空间。可是如果发生战争，什么都没了。就像黄金一样啊，黄金现在又跌了 啊，以前一直涨，现在又跌了、啊，现在大陆又跌了、啊。但是黄金不是战争的时候比较强？对啊，现在到底是战争不是战争，也不能一直都战争啊。蛮强，好，不错。它往旁边是对的，但是希望往下再往旁边更好看，才不会让太长。可以改老师麻烦帮我改。只是把印章盖下来，就是写的很漂亮啊，但是这句话不要完全画个安符合了，好，太长了啊，这个不要太蛮明显的，一点点啊，然后呢，注意哦，这句话让它有个连续性，安尼过来，有时候得这样，所以要刻四颗，哦，或者是只有两个。因为你通常要展览，你找一些小，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不要断掉的感觉。嗯，当然个行气哈，啊，这个太开了，往事是多少？事情呢是到这里有一点点的弯曲，一点点斜斜也可以了哈。是多少的字？阿来古老师帮忙，你就可能要。请老师帮忙带我转达，请老师带我转达去考场。可以啦，可以，你要开个印章可以了。好，那我晚上班那个杰克有。他拿的，他不敢抬高，不敢抬高价，因为抬高，我不是讲过吗？说我朋友一个字四千，一直停在那里。没有人给他磕，你还是贵啊，你没有用啊，你光往那个。你价钱抬得很高，我会有机会磕啊。问题是，磕印章的大部分都是学生，对呀、啊，初学的磕的比较多。对，真的，因为真的那个都大家都他已经很多张了。像我也许会有机会磕，但是我说我机会给人家磕了啊。问题是，这个很多人会。有时候会送我啊，然后比如说我给他介绍很多生意，他磕一个送你啊 ，H 啊，啊，你说啊叫我去磕一个字10000块的，卡久，卡久，啊，哎呀，老师那个章看下去，人家也不知道那个10000块，上面也没有写说谁磕的啊。你这个有稍微外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厉害的高手会有特色，就是他磕起来，你一看就知道是谁磕的。所以很多我去评审，跟一些科研上评审，他们会看印章哦。你普通博上看，干那看印啊？啊，我这是谁刻的？这个是我刻的，或者是谁刻的？哎呀，弄啥？那是他们自己在那个的。有啦啊，比如说这是王仲伟刻的，他们都有印象，嗯、比较高手啊，还是有，这个要近一点啊，这个空间要注意一下。
所以多少会有，没有那么明显，哦，哦，或者是这个也可以这样，到这可以这样也可以的啊。哦，对，我在想说是怎么写啊，所以这个楼像这么规矩写的人是不多了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写而已。为什么？安尼写个简单阁好写啊，对吧？安尼写，迄度讲嘛，一定要写行书才这样写，所以大概只有像我这种笨笨的才这样写啊，要不然你看安得好啊，对吧？啊，左页这一定要注意哦，一定要站稳了，这样过来写写的，对不对？这不多，安尼得好，安尼个对吧？站稳了啊，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写成这样也可以啊。阿姨有时候会这样写呢，各种都可以尝试，其实也没有问题。哦，虽然有时候比较复杂，这样这空间不要太开，这样过来，安尼对不对？上去，好，写不错啊，蛮好的啊，但是注意一下，裸框太多了，空气太凛冽了，伤寒啊。回首 OK 啊，还不错，蛮好的。哎呀，钟可以啊，漂亮。啊，这个钟的写法是这样，来看一下。钟我们可以这样写，写左啊，往右上写，安尼过来，对吧？安尼，你说这样对不对？这也没有脸可以这样写下来。这样对不对？好、嗯哦，要安尼写，人较少拢安尼写。嗯。啊，安尼就较无白啊，安尼就一定要有功力。啊，这个可以左边比较重，右边往上挑高，安尼中间，哦。好，这个钟很漂亮，但是这个再注意一下，不要太开了，太空了。好，雕。雕有一些字写成这样也可以啊，雕，我看简体字好多是这样写，雕，雕刻的雕，哦，那这个雕如果要正常写是这个窄一点啊，右上写啊呢，一二三上去就可以了啊，啊呢，靠近来，往右边啊呢，一二三啊，好，雕栏。栏就是门字布在这里了、啊、你哎，哎，这样对不对？可以这样写，也可以这样写。有的是有木字旁，但是草书没有。简体字后来都没有木字旁，对，没有木字旁。哎，比如说栏杆的杆啊，如果你看这样的写的栏杆的杆，就是大陆的简体字，但是古字也有人这样写啊，啊，但是。这个，跟这个是一样，他们通用啊。嗯嗯。这干跟干通用啊。好，有在，这个在要会写哦，啊怎么写？来看一下。如果你简单这样写，或者是这样写也可以，哦。然后呢，这样过来以后，这样过来，一二，拉斜，对不对？往右边过来有一个姿态。你要记得哈、哦，有个斜没有关系，这个包起来这样不好看，这个太胖。只是朱元改，朱是这样写，这样啊。如果你要草书的话，就是这样写。哦，朱元可以了啊、哦。朱元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？好。我不行。能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。哦。还可以这样写，好不好？嗯。几多愁？有很少。哎，没有，你要这样写。这样，好嘞哈。多愁，细，这个
安尼点点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哦，一个火嘛，这样过来，行，哦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好，写来不错了哈，再注意一下一些结构的问题，因为写到行书以后就很在意它稳不稳，或者是在楷书的这个准则里面有没有顾及到左上右啊、上上下啊，或者是每一个笔画粗细、虚实的点画安排啊，写到行书会比较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行书跟楷书差不多啊，楷书已经很难写了，何况是写行书。但是草书比较好安排，所以草书它欠债的就是行草比较能够补强。对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基本的哈、哦，哎。啊，印章再注意一下，差不多这么大、啊。我回去看我另外一组，哦，比较大，差不多是这样，但是也不知道，如果真的不行就可以。要大一点，太小。回去看。你是要在淡江里面提出来吗？淡水。没有。哎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廖梅，昨夜星辰，昨夜风，写的不错啊，楷书很好啊。桂堂西畔，桂堂东。彩画，这个彩我们以前的彩是三画而已，对，还是密字旁的彩啊？这个不要宽，太宽不好看啊、哦、哈，还好啊。好像这个凤啊，凤以前我的写法是这样，一点点从右上来，要过来啊呢，上去。你的上下空间就要窄一点哦，我哦，下来一点点上去，点一二三四，看，哦啊，不能宽，宽就不好看哈、哦，就像风一样，风如果你没有把它弄一个这个东西的话，不好看啊。好，写的不错，蛮好看的，桂堂东。你说隶书的心经没有了吗？真的假的？楷书，楷书心经。哎，我有写楷书心经。有啊，有啊。它的封皮是淡黄色的。有了、啊，淡黄色对。哦，好像有。嗯。你写上这拢未记啊？好，不错。廖美的落款一定要再练习，写漂亮一点。好，来，老师帮你写，你要一直秒。一直描就会进步了。比如说，哎，如果是这么长的话，就是写在这里，那稍微粗一点没关系哈，回弧掉就也可以哈，啊，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给它一个曲线，然后到这里来，进来，往外，再往内出去，哦。第一个字给它稍微重一点，啊，然后这样就怪在，应该是廖有，我知道有人廖这样写的，哦，真的廖不好写，不会啊，不会、啊，北廖的好吧？哎，我三点。一个小朋友的小，来给他，哦，按拉开一点点，因为你是两个字嘛，所以拉开一点点，廖美，好不好？甲辰之下廖美，如果是秋天的话就是这样啦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你要描几遍以后，因为我总觉得你这个写的棒，可是这个写的怯生生的，怯生生的，哎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写，把它写这样。那个海藻的藻有没有？草字草，然后三点水，然后三个平，再一个木，海藻的藻，藻藻。藻。草，就是如果写我们写楷书要怎么写？楷书啊，对啊，楷书啊，因为我看你那个在赖群子、哦、那个端午节那一首诗啊，他、啊、那个藻有没有，我一直写不好，
照吼，锅里我安尼写，但是我唔知道伊的来源怎么写。嗯嗯，为什么这个是照？照对，三个平嘛，然后这个是照，所以呢，接续这里，这王羲之雕这个都安尼写。他要写楷书了。好，楷书来。哦，老书拢无够你的需求。对呀、啊，你讲人了。没有，老师要急着告诉他王羲之多种次其实楷书最好写，最不是最好写，就比较好认。对、嗯啊。但是行草书的学，地管内还找找这样写。这样对不对？漂亮。